好奇宝宝发现这个，新版有一个 looping 的问题，请看，我不知道按到哪里跑到这个列印页，那可是，我要，它出现了这样，但是我不要列印，让它出现这样一个状况，出现这样一个状况，然后呢？我还没有储存嘛，所以我应该是要，如果直接关闭的话，就会那个，遗失未储存的内容，所以我应该要停留在此页。但是我按停留在此页的时候，它这个对话框框一直不消失，看到没有？来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怎么样？它就不消失，不让我停留在此页。但是，我如果按上面呢？哎，上面也不消失。看来，但是我还没有储存呢，怎么办？哦，天呐爷，那我如果按离开的话。势必我刚做的都完蛋了，伤心呐，烦恼啊，怎么办？那已经试了这么多，还有别的路可走了吗？除了关掉上面的，关掉下面的，还有别的路可走吗？没有，好吧，只好离开此页。哎，离开此页也不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要怎样？不能离开此页，也不能停留在此页，那也不能关掉对话框。还没有储存。这边可以按吗？哦，这边他说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来这边好不好？这边，那上一页也不行。等等等，哎，这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？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关掉也不行，然后要回去也不行，重新整理好了，重新整理也不行，那回去前页面也不行，这样，就这样吧。就这样是怎样？好，只好整个关掉，也不行。整个关掉也不行呐。怎样呢？只好整个关掉，整个关掉也不行。那我关别的吧，别的也不行。任何一个都不行，那要怎样啦？哎呀，好吧，好，那就只好杀手锏了，关机吧。天色已渐白了，关机也没有，好像是宕机了，好，现在真正关机了，好，开机吧。会选你关机，正常启动。我要关了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上不了 Pebble 的新闻了。